哎呀，他带着疾跑，咱带个水晶瓶啊。别的了，别烧成灰了。祝大家长命百岁啊，都活个200来岁最好。今天正好圣诞节，许个愿，身体健康，最好活个200岁。看招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出招吧！88岁吧，啊！你要88岁呀，也行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可以把你想活的岁数发在公屏上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操！什么意思？谁人打的太极拳？近身儿，严阵以待。等个6秒钟，他的 Q 比我们快啊！往前走假装，然后往后拉，然后开 E 上来晕住，平 A 吃药，平 A 再 A 一下，再 A， 他不敢上了。记得躲一个 Q 啊 ！A 一个小兵跳下来平 A， 哎，好交闪，可以。他如果不交闪，我闪现直接把他晕住，闪现 Q 点炎平 A， 这波死。当当，我啥也没干呢，他把双招都交了。回家了。我要不要先出一个耀光呢？我先来个耀光吧。但是我不先出3项，我先出耀光。我还是先做破败，但是我的耀光，可以先来一个。我到了，兄弟，坚持住！跳眼晕，重锤！哎呦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这人可多，平 A， 平 A， 先撤一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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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上了，那有闪现你不死了吗？别烧了啊，别烧了。这波可怎么办？我回不到线上了，咋整啊？严阵以待。别堵我了啊！哎，咱俩就你去中，我回上吧，咱俩也就别打了，行不行？谁跟谁打也没啥意思，说实话，你也打不死我，我也打不死你的，两个人一块亏兵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呦我，塔下打我，我属实没想到啊 ！Q 是来平 A 重锤，这人是疯了，我一看呢。你咋的呀 ？Q E 晕走了，不打了。这边不好打啊。
别让他勾我们啊，千万别让他勾我们。好勾，生气了，等他放勾，跳上来锤 E， 躲他 W， 晕住重锤，平 A， 跳死。这耀光伤害好低哟、哦。行，丢个远程兵，补个近战兵，可以啊。咣！嗯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再买把短剑吧，等个10块钱。这把快点打，半小时之内把它打完。锤锤重锤锤锤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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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不对劲啊，要瞪我们，不给他瞪啊。锤跳上来，锤重锤，一技能开起来，晕住锤锤重锤，跳小兵，这不行了。这剑圣怎么都升六了呢？这剑圣等级好高哦。那落手才5级，他6级了，这就是出门没买针眼，知道吧？这波买针眼走了，一个75块钱换一条命啊！我知道，不如换，换不掉，跟谁换呢？跟落手换，他没让我跳啊。小小剑圣居然敢干克我，我是真没想到。嗯，干克谁不好？干克我。哎，还把龙拿了，啊、嗯，压制我们家打野是吧？重锤开 E， 跳上来晕锤锤锤重锤，直接给他打跑，跳上来开大重锤。哎呦我的血，刚才就跟那个坐电梯似的，我发现没有，我的血刚才咔嚓一下掉到一丝儿，然后咔嚓一下又飞上来了。谢谢阿苏，谢谢苏啊，不是苏，是牧羊人，谢谢牧羊人的飞军，谢谢阿木。嗯，我操，这卡特哪来的呀？啊！这我刚才有个人给我发微信，你知道吧？我突然之间瞅了一眼，我都没看见这个，我都没瞅着那卡特。眼卖了吧，哎，不卖，这么地儿，先这么地儿，先不卖了，还是先破败。谢谢突突突，不过我们打了卡特一个闪，还行。
还有15分钟，25分钟这把结束。重锤，异界能开起来，晕住。重锤，锤，跳下来，重锤。哎呦，真能跑。后脚还，我们马上破败啊！这波没有大，队友来了啊！这波队友来了，勾引一波。看住！哎，给他一个破定，杀剑圣来。那剑圣行啊，看见俩人还敢往上上呢，简直是个愣头青啊。不行，不能杀了，兄弟，别杀了，别杀了，不合适，不杀了，回家，我们先来一个破败。破败出完回家，下一波把落手一杀，杀完以后我们上可以推二塔试试，然后剑圣正好打红，打红以后给我送，送完以后我们打个峡谷先锋回家，回完家以后出门直接上高地，上完高地我们推中，推完中我们推下，直接游戏结束，25分钟直接解决。 OK， 这些小兵你一个都别想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疾跑补六个兵，兄弟我是真是佛了，你的逃跑手段啊是真多，疾跑补六个兵啊，我是啥也不说了，那技能不要钱是吧，那技能哪有兵值钱呢，不是不是，那兵哪有技能值钱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我又回来了。这回没疾跑了吧？你看，赶紧拆了。剑圣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剑圣死了。走了，这波不拆了。卡特没闪现，没事。我们可以跳眼，问题不大。海妖杀手，回家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特别不想卖这个针眼儿。我刚才应该跳针眼儿好了，我亏钱了。刚才跳针眼儿，这波还能省一个这个空格眼儿。打个峡谷先锋，然后我们继续担待啊。看住！
血了吗？好，10分钟之内我把它解决，我已经打了16分钟了。几个人呢？这是？救命啊！锤，重锤，接重锤，致命点燃！哎呀，他加血了。人真多呀，把什么鞋除了呢？嗯，来一个水银海吧。嗯，下路带为啥水银？因为有露露。兄弟们稳一点，这露露去哪里了？冒着飞了。快点推啊，下路还有6分钟。哎，撤一手吧，小龙打了，小龙打了，哎，不好推呀，这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翻身去上路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能过去，能过去，剑圣啥意思啊？先把剑圣杀了。我操，这冰女漂亮啊！哎呦，我这冰女儿可以，兄弟。哎，这我5分钟之内这不拿下了吗？快猜！还剩最后一路，走。我又回来了。
你很急吗？我很急啊。直接打大龙也行，打大龙，把大龙打了，打完以后我们去推下路。我要没王费了，快点快点，我们集合一波，速度五分钟之内可把他推掉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！哎呀，哇，漂亮！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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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一波，快点一波，快点一波！哎呦我，时间可以啊、哦，这时间卡的可以。拿下。哦，拿下！嗯，别着急，再玩一会儿吧。那不行，不能玩了啊！不能玩了，不能玩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